这呢？鬼灭之刃吗？没错，这首歌是《红莲华》，它充满力量 ，powerful， 和鼓舞人心 ，motivating， 表达在面对困难时的我们具备的决心与勇气 ，brave。The melody of the song is uplifting。这首歌的旋律非常激昂，是《鬼灭之刃》的代表性音乐，深受许多大朋友、小朋友很喜欢。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加入鬼杀队吧！Its tempo is very fast，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大海洋舞蹈之中。Oh, you say ocean dance? Yeah， 海底里有螃蟹 crab， 有鲨鱼 shark， 还有什么呢？嘿嘿，进入海洋世界是需要特定魔法的，把这个咒语告诉你。三二一，撒克之呼吸二字形 ，Under the sea。Thank you.
Ariel is so pretty.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But I think Ursul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Ariel. 不要只看外表，内在才是美丽的根本。Do not be deceived by appearance for beauty in front within. That's right. 我们补充介绍中明高中教务主任曾伯荣，谢谢主任。以及朝中国小家长会会长张哲伟，谢谢会长。还有最支持我们的钟欣如老师。等一下也欢迎填我们的问卷，会有小礼物哦。回归正题，接下来这首美丽的村庄女孩贝尔以及野兽之间的感人故事。歌曲以美丽动人的旋律展现爱的力量，将野兽由一个孤独怪物转变为被爱的人。Love is very powerful. 爱的力量非常强大。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Thank you.
movie Big Hero 大英雄天团。Yes, the robot is so cute and healing. 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 ：We didn't set out to be superheroes, but life doesn't always go as planned. 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但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或许我们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变成了英雄。我还知道一句话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意思是我会永远陪着你。就像是今天来支持与陪伴我们的家人以及朋友们，谢谢你们。With your support all the time, we are able to stand on the stage today. 有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才有今天站上舞台的我们。就让我们来欣赏今天萨克斯风四重奏最后一首演出 ，This Disney Big Hero Story。Thank you.
在结束非常美妙的四重奏后，让我们带来大合奏 Remember Me。 在此之前，让我们感谢这次所有前来与会的贵宾、师长以及家长们，因为有你们的热情以及信任，才会有今日的中明高中管乐团。在这一路上走来，我们遇到许多挫折以及困难，但正是因为有你们的相助，使我们突破重重难关。也感谢这次协助我们筹办的幕后团队，谢谢后台的佳音老师、佳静老师、芷萱老师为我们掌控所有状况，谢谢摄影的碧荣老师、明宇老师为我们的青春留下不可抹灭的回忆，也谢谢表演艺术专家易明老师让我们的表演更加多元以及丰富，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想感谢陪伴我们到最后的家人以及朋友们，谢谢我的妈妈家人，谢谢我的家人。就让我们再次欢迎中明高中管乐团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 Remember Me， 献给大家。
楚。王文楚。这一年来，团练时光，团练欢乐的时光稍纵即逝。转眼间，我们也将升上国三、高三，成为会考生和学测生，即将与管乐团告别，航向属于自己梦想的航道。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回到最初的感动，用最热血的 One Piece 燃烧我们的青春。